感魅惑。同样是薄呢及膝裙，有了休闲感条纹 T 恤装饰，亮丽的蓝色及膝大衣让形象更加完美优雅。简洁的格纹高腰及膝裙与淑女针织衫组合，打造充满知性气质的淑女形象。把针织衫穿进裙子的搭配方法也是京东的大热。简洁的衬衫加入荷叶边，充满浓郁的华丽气质，加入苏花呢及膝裙的收敛了白色的膨胀感，非常适合在办公室穿搭。京东流行的小纱裙飘逸甜美，加入墨绿色呢绒小外套，把你的干练和优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好嘞，我们来宾这里换好衣服，让我们欢迎他们的变身赛出场。首先欢迎特子。哇，好瘦的澳大利亚粉哦，连头发都变了，对呀，因为为了配他的衣服，好漂亮啊，对啊，而且大家看整个就是好适合你哦，对，你的赛事，这个对，而且根本解决了长脖子的问题耶，对，真的，因为他的领子还蛮高的，真的好高贵，好优雅哦，对啊，这样他之后我都不敢大声说话了，真的很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应该开始准备一下这样的衣服，必备开箱，对，我也觉得是应该作为你的晚礼服啊，小晚礼。好，现在 14秒钟，哇，好青春洋溢，而且很活泼。来，一彤，整个就非常的流行跟时尚，嗯，好好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觉得非常的漂亮，对，然后这个软的和硬的搭在一起，嗯，感觉也很舒服，嗯，对，因为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民族风，啊，真的非常好看，就可以就是又随性但又很帅气，嗯，连头发也变了。连头发也变了，哦，对，张淼真是觉得你啊，是因为当然要提一下啦，对，型号也变了，看起来更漂亮了，嗯，很随意啊，对，其实在搭上的时候呢，对，像这之前的朋友如果要搭的时候呢，其实一定要考虑，因为今年的这种波西米亚都很花嘛，嗯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比较花的这种裙装上面，你就看一下它上面有几个颜色，那么这几个颜色的话，无论是在如果说上面的颜色比较单一，像是黑啊或者其他颜色，嗯，基本色的时候，对，然后袜子就可以选。选择里面的这个蓝，这种宝石蓝就会非常漂亮，就比较不会撞色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就可以选择这种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对，这样看起来会更加修长协调。因为你就还是穿之前紫色的裤袜的话，会显得腿部位置特别的明显，对，这样你反而觉得啊，会有截断的感觉，所以这样反而是一体的效果真更好。嗯，这个外面可以带一个这种毛毛的，对，带那个很好看。嗯，这个我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，嗯，可以。看我们挑的变成可爱，对，嗯。怎么搭都可以哦，对，嗯，对啊，怎么搭今年秋冬必备一件，对啊，牧羊女，哈哈，牧羊女时尚，今年真的很流行，对，对，好，真的太漂亮了，谢谢一彤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绿洲，欢迎，哇，好温暖的感觉，对啊，对啊，好感动，感觉好 lady 哦，看我们观众朋友看一下，这绿洲女孩就是看起来很小，很，就是很。年轻啊，身上这种蓝色就更显得很冷，温柔的那种感觉，要的就是这种效果。要的，对，要的。给大家准备，比如说这种戴好，因为它身上的这种配饰感嘛，所以说可以准备一些这种比较可爱的这种大戒指，然后可以选这种红色系的配饰一下。对，红色系，对对对，嗯，因为我自己看到他也有戴，嗯，对，虽然它成为一个焦点啊，真的，在耳饰上也可以，直接换成绿的好了，跳一点，让它跳一点，蓝的整个，蓝的就比较统一，绿的就会比较对比，一下就自己变有钱。这么大一块啊，这真的很可爱，对，对，都还是因为湖水绿，就整体还是属于湖蓝，对，很嫩的感觉。哇，哦，今天三号穿这些裙装以后，我真的觉得也掌握到时尚的重点啊！现在节目的最后呢。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新的冬季裙装之后，可以有一些更多的 idea， 知道自己要穿什么样的裙装会更漂亮啊，或是翻翻自己的衣柜，找出一些其实可能是还没最流行的，或者接下来逛街的时候慎选，好好的买一件你最喜欢穿上穿起来又漂亮的裙装，好，过一个很漂亮的冬天。今天谢谢三位来宾，谢谢两位老师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